你我运那盒买不买都行，买不买都行，稍微就稍微都有点毛病。哎，我看那帽筒子吧。帽筒多少钱？没人搭理我，没人搭理我。这摊吃的多。咱是鞍山大哥进贡拿走的，看我这里。西山矮鹅吗？是。四爱这个也少，西山矮鹅也少。对，四爱土里的。这是罗汉富虎，这是落的是王琦的款。对，这也是这也是王琦的特点是草书入画，他一画画都写这些写草书。对对对，王琦的款。王大凡就不得。这是这打鱼这个渔翁，渔樵耕读里的其中的鱼一个，这鱼啊。鱼就东汉西汉那个时候，一个当官的要钓什么了？他喜欢钓鱼。钟馗驾梦，张什么钟？他叫张什么？嗯，啊，四块瓷板，王琦的风格，只能说是王琦的风格。对，但是不是他本人？是不是王琦？咱这个什么王布啊？王琦，王琦。但是他肯定是老东西。那是啊。但是不是咱？要是这四块瓷板真是王琦的，这四块就得超过100万。对，那咱现在这玩意说叫不准，那是不是？对谁也弄不明白。对吧，这玩意儿本身就是有争议的，对不对？只能说瓷是老瓷，那是不是王琦画的？肯定那年代画的。对对对，就那年代画的。他那个年代还有代笔的。对对。比如说他的徒弟或者他的，对不对？他可以给他代笔代笔。他可以给写他写几句词儿，完就完事儿了。对呀、啊。不画他就写几句字儿、啊。或者是这画是他徒弟画的，字儿是他落的。对，字儿他写的。这都不好说。这都不好说。这都不好说。对对。有的还啥呢？他画完了，就是找个朋友都挺好，他给提个字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这样就更有价值。那慈禧太后的画不就有代笔吗？对呀、啊，慈禧太后玩他没有画的那么好，人家工笔画家画完事儿，他打个戳，拿个剑一印，太后他们一赏之宝就。对呀、啊，我意思我看了，这都是好，我给你印上。哎。但是那就给你评价了。对，那种东西也认为是慈禧太后画的。这种东西也不多。不是，对，这东西都是安徽的，专门有一个，他专门就说这东西都是安徽的，咱这边没有，北方没有这东西，没有，就安徽有。对，咱那边不像人家池塘都有这东西多。对对，都从墙上抠。对，四条瓶儿它都是。对，都墙上往下抠。对，咱那边也没看到墙上粘那玩意儿。这四个怎么卖呀？这四个嘛，我是鞍山老哥吧，从我拿都是800块钱一片，哎，就是有价的都，也是鞍山一个老哥，画的挺好。做这东西瓷的800块钱，你现在做都做不来。800块钱一块呗，是吧？对，你做都做不来。你现在你找人做做。对对对对，工那工，这确实是手工画的，就这工味儿你就合计呗。做都做不来。嗯，不错不错。这东西就我那边吧，我有一个亲戚，他是安徽，只能他在那边一点点往过倒，他在抠，是。完了，有的时候四个都抠坏一个，还那不好整。这玩意儿镶上框最好。对，镶个框。就要不是边上很容易磕巴。对，镶个框。镶上镶的红木框。镶了呀，红木框那。对呀、啊。那就更漂亮了。啊，挂上挂家墙上正好四个。对呀、啊，往墙上一挂。这个四个不一边大，我瞅着。不一边大，它有的，它这玩意儿。不一边大。对。它也差不多。多少？手工的坯子玩意儿。